早餐来了，不用调闹钟，每天有人叫你起床，吃早餐。早餐什么？早上起来先一杯水呀。每天三包，重要。目标集合完，又吃饭了，上一顿还没有消化。OK， 刚吃完中午饭，再消玩会游戏，消化一下，我就开始做运动。Oh no！ 啊！Dancing time。
呼吸点新鲜空气，所以对我一天行程到差不多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早饭啊、玩游戏啊，然后很快吃中午饭，吃完中午饭之后消化一下之后就做运动或是跳舞，或是两个一天都做。出汗出的多的话，应该就先洗澡，洗完澡吃晚饭。吃完晚饭的话，晚上大部分时间都是看电影、看书，或跟我家人聊天。对，所以是啊，当你生活找到规律之后，你就会过得特别快。现在还剩一个星期，还是十天。OK。今天状态不错，应该可以把那个肌肉运动都可以做。但是唯一缺点就是它的重量很难去很精细的去调整，只能说它的跨度特别大，它的重量之间你只能要不是这个要不是这个。对，刚才动作不是偷懒，这动作是对，就太累的时候就可以辅助一下，对，再做点有氧，对。啊！哦，屁股痛啊！Chocolate protein shake, so big.OK, 今天的运动量差不多。现在开始就到睡觉之前都是休息娱乐。好了，现在已经是吃完晚饭，洗完澡，洗完衣服，对，感觉还是想再拼乐高，那就再拼乐高吧。超大，地基都快平了。突然找到一部很好看的电影，所以现在睡之前把它看完。Movie time。就是我隔离的生活。